小龙开车打电话，前面好像有危险。你们要过来啊！救命啊！找到王队成员吧。嗯。哇，里面有这么多盒子呢。快看，上面是汪汪队的天天、阿奇、猪猪。那我们会得到哪一款呢？出现了，出现了，黄色的狗狗，看起来好可爱呀。这个是工程犬小丽。我们接着来拆，好漂亮呀，这是一只粉色的小狗狗。快看，这个是飞行员天天。不知道小朋友们最喜欢汪汪队的哪位成员？哦，这个狗狗好像第一次见耶，有点像是柯基犬，头上是绿色的帽子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快看，这里面好像还有隐藏款，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中。这个我知道，它是汪汪队里面的警犬阿奇，经常说包在最棒的狗狗特工身上，它的头上还有一个狗狗徽章呢。没想到竟然还能拆出来重复的，哼！不过他们两个在一起也太好看了吧！快看，这个红色的斑点狗，它是消防救援犬毛毛，擅长森林救火。还有好多狗狗我们没拆出来呢。呀，又是阿奇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阿奇了。哇哦，快看，这是一个灰色的狗狗，戴着绿色的帽子，它是汪汪队里面的灰灰，它是循环利用犬。不过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拆出来木马哎，不知道最后一盒里面会不会是它啊。看这个背影，糟糕了，我们竟然又拆出来了一样的狗狗。那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咯，喜欢记得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